既然你不相信，那我就让你看看。记忆，我要让你眼见为实，免得你觉得我在骗你。这个是五更王子，虽然他现在肉身已死，但神元却在新月侯的手上。阿狗，他一会儿就不再是你的阿狗了。你要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看。娘亲，娘亲，你要做什么？娘要将你的魂魄神元注入到这个孩子体内，从此他的身体就为你所用了。一个低等下贱的奴隶，却跟我的庚儿长得有几分相似，让庚儿替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也算是你的幸运了。一个傻子，更是一个奴隶。可怜的孩子，你活在这个世上，也只不过是废人一个。而庚儿就不同了，他传承了我们神族的血脉，是兴国的王子，更是兴国的希望。让他替你活在这个世上，远比你重要许多。为什么？我本不想杀你，但是现在看来不得不杀，别怪我。为什么要杀我？大祭师命令我，如有不测必须亲手杀了你。你要杀我的事情吴更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我从未告诉过他。白菜，你为什么跟新月魁一起对付五更？他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伤害他？他杀死了阿狗，他害死了阿狗，你知道吗？白菜，我可以义无，我可以不顾那些虚无缥缈的预言，不惜违背大祭师的命令。预言，白菜，我现在确定了，你一定会伤害五哥，无论是他的人还是他的心，你一定会伤害他。白菜，你之前问过我，对五哥可有其他情愫？神族和人族的爱情是会被诅咒的，希望新月实行明谕，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人族。我是神族，五更是人族，即便没有你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师生战友朋友。我可以为他而战，为他而死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你可以怪我，但不要怪他。阿兰，
伤害他。明日可是大日子，这一切都要仰赖白菜姑娘你了。你可都想好了明日的章程，不用我再重复一遍吧？白菜，无论我是武庚还是阿狗，我都会守护你一生一世。权者天命，神意者天命，然而这滚滚红尘，汹汹民意，芸芸众生，又何尝不是天命啊？奎儿，你若是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纵然你得了我的眼睛，那又有何用呢？